虾尾我只吃一口。大海螺，虾吗？刚才不小心让我弄断。来个超大海兔，韩国。太香了，老铁们手里还有没有双击啊？这大墨鱼也太大了，看，我去，这怎么下嘴？先把这个拿下，哇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？哇，哦，这什么？太大了！哎，三斤多。